可以。可以。陶瓷刀。这个你不是用刀工给打出来了？行。有深度吗？在这儿？有深度，这个刀很锋利啊。陶瓷刀是高档刀。上次我打了一个300美元一个刀。还好还是容易断，上回那个要插木头，一插一掰，嚓断了。你掰不行，切还可以。这个东西。